欢迎选手进场。很感动，你会有一个背负着整个团队的荣耀。当你站在这个场地的时候，你好像那个竞技魂就会再回来。这是我人生中算第一次代表选手，非常荣誉的事情。我真的没有想到说我出社会进入圈子之后还会有机会回到跑道上面。我一开始以为我不太可能会感动，我现在开始感受到那种感觉了。